想把阿青安顿好，和你归隐山林，过神仙般的日子。要去做个大地主。程灵，你记住，等英雄大会结束之后，师父不要进。温叔，谢谢你。之后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咱们一直在一起，还有香姐姐，我们还没听懂我的话吗？还要抱抱，坚强。别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，你要是再敢瞒着我，擅作主张，大师兄打你！走了，干什么去啊？打一场高尔夫的业余比赛。